家哈，那我发现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隐藏在这边，好，然后我这边过来，哦，我发现到它不仅是正面有隐藏，它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隐藏，那我们看一下影的状态哈。哦，我们刚刚在这边有挖了一个小洞哈，那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状态。哦，那就发现他说里面有很多的白蚁在里面活动，那这种这个小小只的就是白蚁。